Hello， 各位银河网络电台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立威。今天要介绍我在2010年最新国语专辑《Home》之中的第一首歌曲，就是《Home》。这首歌曲，我想在网络上大家大概都已经看到，就是它是一个黑白的一个感觉的 MV。因为呢，在很多的过去的背景之中，我觉得因为我从小去过像杜拜啦、荷兰、香港，然后我住过的地方，大概在我的生命之中占掉了7年。非常不一样的时间是在世界各地，那每个人对我很好，可是我觉得家到底在哪里？其实回来台湾，在我14岁我回来台湾的时候，我真的还是觉得自己就是属于台湾这个地方，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无处不是家，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有爱我跟我很在意的人在，我觉得这就是我的 home。 所以这次的唱片 home 是一个很温暖的一首歌，这个 home 这首歌也表达了我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对于家庭这个概念的想法。虽然我现在还是单身，虽然我依然没有自己的家庭，可是我觉得只要跟我的同事在一起，跟我的音乐上的同事，跟我教书的同事，或跟我各地的朋友在一起，我觉得这就是我的 home。 献给大家这首很温暖的歌 Home。It's a long way home. It's a long way home. 以前坐公车看窗外交通，一个人我不寂寞，随身听唱着最爱你的人是我，歌在唱什么我却不懂。在多年以后流行着怀旧，一个人还是会寂寞，随便哪首歌都让我心痛，因为每一首都关于我。 It's a long way home. It's a long way home.借口我伫立好久，再也没有迎接我的笑容。 It's a long way home. It's a long way home. 抬头看窗口熟悉的面孔， I'm home.I should wonder no more, because my heart belongs to where you are. It's home. 再多年以后，流行着怀旧，一个人还是会寂寞。随便哪首歌都让我心痛，因为每一首都关于我。It's a long way home. It's a long.借口我伫立好久，再也没有迎接我的笑容。 It's a long way home. It's a long way home. 抬头看窗口熟悉的面孔， I'm home.想着拥抱我，关上门，未来的路往前走，我多希望有人守候。 It's a long way home. It's a long way home.借口我伫立好久，再也没有迎接我的笑容。 It's a long way home. It's a long way home. 同样的借口我伫立好久，再也没有迎接我的笑容。
笑容。 It's a long way home, It's a long way home, 抬头看窗口，熟悉的面孔。I'm finally home.